各位好，我们闲话少叙，书接上文。佛陀城大师的故事啊，我们基本上也就结束了。本来从今天开始呢，是要沿着啊图城大师来到中国的道路，追本溯源啊，到这个佛图城大师的故乡啊，也是犍陀罗文明艺术的发祥地，去跟大家聊一聊，看一看。但是我看到有朋友啊留言提出了几个问题，包括昨天前天的时候啊，在这个题目中有这么一句：无苦即灭道啊，无智亦无德。问我是不是这个心经当中的句子啊，让我这个解释一下心经。其实啊，现在对于学佛的人来说啊，心经啊是一个比较入门级的啊一个佛教的经典。但是现在社会讽刺啊，就讽刺在这一点上。你有时候啊到这个时代广场啊，到一些地方去，会经常看到一些啊化妆成啊佛教弟子的啊各个行业的工作人员，拿着什么功劳簿啊功德簿啊，拿着什么宗教的纪念品，说是某某名山大川的僧人啊，来这里要发愿建一座寺庙啊，或者募集多少善款，然后呢请你啊给对方慷慨解囊。大部分呢都是以此为职业啊，大家遇到呢也就怎么说呢，也就一笑而过就好了。有这个心力的呢可以慷慨解囊，没这个心力的也不用和这个某某演员所说的那个笑话一样，说是啊你是不是佛教弟子啊，是的话来段心经吧，来段心经，然后这钱就给你啊，你要是这一段都不会，那能化来钱吗？啊，先告诉我这个心经啊是谁写的呢？其实啊这个心经并不是谁写的，按照佛家的说法是这个创立者啊世尊释迦牟尼啊，在这个大约2500年前在印度地区啊悟得了这个世间的真谛，后来呢又为这个众生啊讲法传法几十年，后来啊
这个佛陀啊，就是释迦牟尼成了佛之后，他的这些弟子们就把他还是人身的时候，哈哈，还是肉体凡胎的时候的言语整理成册，形成了众多的后来的佛经。当然这里面有真经，更多的是伪经。心经啊，据说就是其中的一部经典啊。这个全名啊叫波罗蜜多心经啊，也可以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也有叫般若啊波罗蜜多心经的，算是这个般若部里面啊一部最为经典啊，流传算是最广的一部吧。因为非常短啊，所以呢这个言语啊十分的精辟。在过去的东方啊，特别是中国，心经啊上至庙堂啊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很多人啊都会诵读心经啊，深受怎么说呢广大人民的喜爱，受这个中国啊的影响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啊也是知之甚广。心经啊，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基本上都会啊背上几句。其实心经啊不长，只要是学佛也好，或者说跟名山大川的高僧大德们接触一段时间，基本上也就都会背诵。现在啊我们所诵读的心经就是唐代啊玄奘大师所翻译的。玄奘大师是谁啊？玄奘大师啊就是西游记里面大家都知道的唐玄奘啊，三藏法师。现在的心经就是三藏法师翻译整理并流传开来的。它的全文是什么呢？全文是观自在菩萨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
香味厨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陀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捧场，我们下期再讲。